今天新北市的确诊个案新增包括及格裁剪阳性有312个，阴转阳有48例，占比例13.3%。至于外县市相关有73例，内管数是8525例。那至于进入的这个是869人。这当中特别跟大家报告一下，外县市的确诊个案有73例，所占的比例20%。那这里面最多还是台北市56人，啊，基隆9人，其他几个县市都是2人。那新北市也是在外县市相关里面都占有一定的比例，因为都是一个大台北的共同生活圈，我想这是可以理解的。